大家刚才运动完了，还有力吗？有。吃饱了吗？没有。哎，不要这样，我们要这样吗？哎呦，难得我上台来讲嘞。等你讲。好戏在后头啦，但是要听我讲了先啊。OK， 所以刚才来先讲了，就来要到了一个节日，大节日是什么节日啊？新年对不对啊？新年的话，大家都想到是什么？第一个想到是什么？肉干啊，肉干，红干啊，肉干，sorry， 红包，肉干，还有什么？还有吃的很多对吗？吃的东西都要捞身啊什么的，对不对？不要听他讲，不要听他讲。OK， 所以除了这些，给我们最重要想到的是什么？都是吃对吗？啊，所以讲到这个吃，大家又怕什么呢？肥。对啦，吃的多会肥嘛。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讲，你今天是可以尽量吃，尽量瘦，要不要啊？要。对啦，要怎样瘦呢？来，我们来看一看。太过瘦了。那这个呢，就是我们第一天新年的时候，新年团圆饭对吗？啊，有很多好料。这样你知不知道这些好料？你每吃一口，就是会要用掉你就是你的身体会要多少的这些卡路里啊，就是说你会储存到多少卡路里呢？啊，我们来看一看。 OK， 那年菜热量好惊人啊，为什么呢？那我们来拿一碗饭的比例啦，一碗饭大概是225的卡路里。这样你想象一下，你吃的这些是什么菜啊？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是什么？烧鸡。 OK， 等一下啊，要靠那个。 OK，说、so, 这一个有一点点的问题啊，有新的上，这个东西都不在这里，我可以看到了吧？整个这上面呢都是有说 ，OK 啊，这个是什么啊？这个你们知道是什么菜吗？烧鸡。对，然后这是烧肉。这个烧鸭。很厉害啊，你们那个一样的颜色都三个哦，你们都分到这个嘞？奶油虾。对，这个嘞。肉松，辣肠，哎呦，真的吃厉害，你看啊，你才一碗饭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你看你这一个什么烧鸡啊，你会吃多少块啊？会吃两块吗？不会，不会，所以你就是超过100卡路里了啦。我不怕。然后没关系，烧肉你会吃多少块？你不可能半只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，超过120大卡了。再来，还有烧鸭。也不会吃两块吧，对不对？虾嘞，也不会吃三块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就很多卡路里了，加上又有捞身哦，可能一天会捞几次，有些人捞两次、三次都有，对吗？再来，还有这个什么腊肉，腊肠，对。他说不飞怎么减？对，很好，有智力 ，OK， 我们为他鼓掌，真的好 ，OK。但是在这之前，我们也是要知道这个卡路里。给我们吃的有多少，对吗？这个可能只是你的一餐。如果你一天里面有三餐，新年有15天，加起来你有多少餐？你都是一直在吃这样的东西，对不对 ？OK， 没关系，我们不要讲这个年菜，我们在讲没有吃饭的时候，你又会吃什么啊？就好像你们在玩一些纸卡的游戏的时候，是不是会吃东西，也会喝东西？我们不要讲喝，我们讲吃。你看，吃就有这么多种，可能还有很多，我都还没有 list 出来了，对吗？啊，你看啊，一块就130大卡，这个我不晓得是应该是蛋糕来的 ，OK， 这是什么？龟壳贝，你会吃4块吗？勉强。你会吃4块吗 ？Sorry， 你会吃4块吗？不会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你看，再加上这个是什么？不喜欢吃。最恐怖是这个，你看这个是比全部这种零食最高的，一块你就有370的卡路里。我有印象。刚才一碗饭是多少卡路里啊？220。225。225卡路里，所以你吃一块八块等于你吃一碗饭。多。这样你吃八块吃多少片？半包啊。可能一包吃完，对不对？你就10片，哇，这样你的卡路里就很多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啊，你看。年饼这么的恐怖，这么多的这个卡路里，如果我们一直吃没有去减掉它怎么办啊？那我们来看看啊，这个就是你一天 ，OK， 你可能摄取的东西对吗？
你可能摄取了超过大概有500卡路里 ，OK？ 你一天平时女生要1500 ，OK？ 男生是要2000，但是你吃多过了，比平时多了 ，OK？ 多过500，超过了，也就是说，可能今天你吃了女生的话，可能多了500，就是2000。这样那500你要消耗掉它吗？你不消耗掉就会变成什么？脂肪。肚腩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哦，这样的话你要怎么去消耗掉它？至少呢，你要游泳或跑步1个小时，你才可以完全消耗掉这多出来的。这样请问一下，你新年你会不会特地去跑步？当然。会不会特地去游泳？拜年啦。会不会特地去爬山？拜年，拜年，拜年走路去。我知道你们只是坐着玩一些游戏，对吗？哈，所以你看，你们不是吃饭了 ，OK？ 你们不只吃喝，还坐着 ，OK？ 坐着没关系，还睡着，哈，所以你看。如果你吃喝玩乐样样都行，但是你就没有运动，这样就糟糕了，对吗？啊，你看，新年前你是尽量的去瘦身，就像现在这样，对吗？新年前大家都是要瘦身，要穿很美很美的衣服去见家人，这是新年前哦。新年后呢？怎么办？家里买的新衣就不能穿啦、啊，所以你看，我们要怎么避免呢？今天我就要教大家，尽量吃，尽量瘦啦。OK 啊，健康瘦的口诀还记得吗？爸爸爸爸，对，五条吧，没有的买了这个字，五条吧。OK， 好，因为买字是4个字吧，我知道了。OK， 5个字是买不到的。OK， 这样这5个吧是什么？大家还记得吗？记得。如果之前有来上过课的都知道，第1个吧是进食8分饱。OK， 过后呢，2个就是晚餐要半点前，每天要半杯水，每天要8000步和要睡8个钟。但我相信有些东西在新年的时候是比较难做到，对吗？就比如说睡觉，对，请问会睡到8个钟吗？请问你会晚餐叫半点前吗？啊，因为你是每一餐的每一个小时都在吃，对吗 ？OK， 或者每天会走8000步吗？有半年要八步罢了，更糟糕。OK， 看得出，没关系，这些八尽量做，做不到呢，至少这2个你可以做吧，进食8分饱。OK， 每一餐你不要吃到太过的饱了 ，OK， 啊，少量多餐这样 ，OK， 然后水尽量喝8杯水，这8杯水是什么水？8杯矿泉水，不是，这个就错了，对不对？矿泉水，矿泉水，对了，哎、啊，所以呢，记得要喝白开水 ，OK， 啊，不要喝那些什么啤酒什么的 ，OK， 尽量这个白开水喝多一点 ，OK， 啊，然后呢，啊，走路尽量走多一点啊。不要坐着玩东西 ，OK？ 站着啊，如果是输了了，就罚他去跑圈啊，这个就很健康了，对不对 ？OK， 这样除了这一个爸爸，哎，当然在新年我们少不了，一定要同时做到这个排毒的动作。你吃这里，你这里吃，这样你存起来是不是要排掉？是。所以你要怎样排呢？Green. 排毒第一步就是要喝水啊，你每天喝8杯水，什么水啊？矿泉水。我们要清肠，就是你今年吃太多了，如果你没有及时排出来，就很容易肥。所以呢，一定要及时排出来。我们就要喝 greens 还有193呢，来帮助把毒素排出来。OK， 再来呢就是血液啊。如果你一直每一天3餐，今年15天你都在吃那种高脂的食物，可能你就很容易飙血压，对吗？那个胆固醇啊、血糖等等，所以你就一定要配合这个金海参一起去 ，OK， 去调理、去控制哦，不要让它飙高 ，OK。还有呢，就是这个代谢 ，OK， 第二步代谢要吃什么啊？银枣。对，还有一个。酵素。对啦，所以这一个新陈代谢为什么呢这么重要？这个过程呢，就是要我们来打击这个脂肪的 ，OK 啊。这新陈代谢呢，就是指这个细胞哈。OK 啊，这细胞呢，我们有喝水吃食物 ，OK 啊，我们身体就会做分解代谢啦。通过这代谢是做什么呢？给我们能量，我们才有力继续去奶痛修，对吗？继续去爆杀，对不对 ？OK， 哈哈，讲笑了，就是说继续去活动 ，OK， 一整天 ，OK。然后呢，当你有了这能量，身体就会用这能量来做这个合成代谢啊，这样在做这个过程就会消耗能量啦。Okay， 也就是说刚才你们的 SSR 如果天天都做 okay， 新年之前也有做，每一天早上都有做一下咧，这样你有 muscle 对吗？ muscle 就可以消耗你的能量了 okay？ 所以在这里呢，要怎么去对抗这个
脂肪呢，我们就一定要通过消耗多一点的能量，对吗？所以要怎么通过消耗多一点能量，就是增强我们的新陈代谢。所以可以利用这个银藻啊，还有这个细胞食物来增加新陈代谢。所以再加上呢，你吃很多这种食物会很腻，对吗？很窄，所以又怕消化力不好。所以你这时候呢，一定要加这个消脂了，对不对？来帮助消化你的食物更快哦。那么当然第三步呢，就来到这个做个不一样的样。也就是说，在新年虽然我们改通宵，但是我们脸还是容光焕发啊，就要吃什么啊 ？Crown Gamma。对，还有一个呢，就是不要让我们这么容易发热气，就是银子弹啊，对吗？啊，可以帮助你下火哦。所以这银子弹呢，它有抗氧化、抗炎、抗贫血、抗病、抗癌等等这样的功效。所以呢，在新年之前呢，除了喝白开水，也记得要喝多一点这个银子弹，对吗？啊，当做它是一个健康的果汁来喝哦。然后呢，还有这个皇冠，这个皇冠金海神果冻啊，就是我们的 Crown Gamma， OK， 每天一条。有钱的就两条 ，OK， 哈、啊，所以这一个金海神那个果冻呢，就千万不能少了 ，OK， 啊，当然这三步呢，我们都已经讲完了，哦，那么呢，当然在这个新年期间呢，还没有套路上，你不要再心急啊，在这之前，我们也是要知道一下，除了健康之外，我们怎样在新年可以赚钱，好、哦，所以我们就有请 Mr. 号001来。